黄瓜清爽可口，鸡蛋鲜嫩滑溜，火腿肠鲜香美味，都是小孩子的最爱。黄瓜清洗干净，斜着切成段，再改刀切成薄的菱形片。火腿肠剥去表皮，也切成菱形片。碗里打入几个鸡蛋，加入一些盐，用筷子搅散。锅中倒入适量油，油热后将鸡蛋倒入锅内，炒至凝固。鸡蛋凝固后盛出备用。锅中继续倒一点油，将火腿肠和黄瓜放入进去，加入一些盐调味，翻炒。接着倒入炒熟的鸡蛋和黄瓜、火腿肠一起翻炒。如果想要颜色更好看，可以倒入一些水淀粉。